有请进入半决赛的四支队伍。半决赛第一场，你的佐佐公主是星罗国家学院的队员。星罗国家学院对史莱克学院，一支全魂王阵容的队伍，我们史莱克是这四支队伍中最弱的，作为东道主占据主场优势。那么第二武魂是不是也能融合出一个新技能？既然我们彼此的第一武魂能融合出黄金之路，取胜的最关键一环补齐了。我们的战术就是